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负移备品包装机产品的应用。大家能看到，这是一条缝制好的被子，就是成品。我们只需把成品铺在这个铺料平台上，然后人工踩下这个脚踏开关，被子会自动进入折叠区域。首先是折条工作，叠完条之后会输送到输送平台，进入打卷的设备。打完卷之后，我们只需将袋子套入踩下脚踏开关，一条被子就打卷完成。这种产品用我们的折叠线，每分钟可以叠3到4床。这台机器不光有打卷功能，还有叠块功能。使用叠块功能，我们还是需要将被子平铺在铺料平台，进入折条区域。现在被子进入叠块区域，完成叠块后进入预压装置，进入套袋。叠块的效率大概是每分钟3床左右。关注负移，了解更多自动化设备。